然后啊，你先进来吧。这么晚了，我就不去了。有什么事儿直说吧。哦，那个，关于我那个怀表上面那个，你不需要跟我解释这个。我是想跟你说明白。明白什么？ 我是觉得这个事情我知道让你挺难受的。现在这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。你还有事儿吗？没了。很好。晚安。哦，晚安。说好的永远，牵着手走遍。 全世界对你的眷恋，怎么能改变？无解。